大家好，现在为您介绍的是 Enjoy 教学软体。民国101年国中基本学历测验自然科。游戏说明：本软体是以101年国中基本学历测验自然科试题为游戏出题的题库。程式内有提供基本练习和限时作答两种模式，以及提供订正复习等功能。基本练习。一共25题，每题4分。答错时会显示答案，答案是 D。多点练习哦。不对呢。限时作答，限时60秒。刚刚答错的题目可以在订正复习中进行复习。基本练习的题目，�刚刚答错了3题，这是第一题，答案是 D， 第二题答案是 C， 限时作答。刚刚答错了2题，第一题的答案是 C， 第二题的答案是 C。 计算绘图，谢谢您的观赏。